很多时候对女明星的真实肤色是蒙圈的，说她们很白吧，那卸了妆的样子像包公；说她们很黑吧，上妆后的动态连脖子甚至是手心的细纹都白到发光。这是什么原因？看到少女时代的 Tiffany 和陈世妍，倪思阳才明白，原来粉底不止涂在脸上，全身也能刷一遍。范冰冰在戛纳，一个白腿一个黄腿，唐嫣一双闪闪发光的油腿，这都是粉底的杰作。小 S 曾经质疑过杨幂的小细腿，问有没有给腿化妆，假的化的，所以如果涂的话会有一块黑的，等一下这块会黑掉。对，是的，在给腿人工美白之后，如果你还不满意，还能打点高光阴影，要是高兴膝盖上撒点腮红也是可以的。同理，平乳变暴乳，一块腹肌变八块腹肌，还是一盒粉底的事儿。这已经拿粉底当爽身粉，那把粉底当爽身粉用的缺点是什么？是怕水吧，不管是雨水汗水或者口水，遇到了都要变成水墨画现场，还怕用力过猛，轻则浮粉妆容不干净满脸油光，重则像刘晓庆这样走路撞到玻璃上，人没事，玻璃受伤了，被擦得锃亮的玻璃完美复刻了刘晓庆的眼睛鼻子嘴巴，或者像范冰冰这样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穿得美美的，高高兴兴跟人拥抱上台领奖，结果蹭人家衣服的粉，这粉我赌100块绝对是脖子和肩膀上的，大胆透视下肩膀下边肯定断层了。不信更厉害，本来是蜡黄的肤色，一化妆全身刷白刷白的。某个晚会上，奥尼尔和他来了个热情的拥抱以及热情的贴面礼，然后奥尼尔就成了夜空中最闪亮的星，一边的脸颊全白了。哦，奥尼尔还没有潘玮柏惨，吴昕跟潘玮柏参加节目，两人情到深处，潘玮柏亲了吴昕一口，哇塞，那整个嘴唇都白了。要知道潘玮柏的嘴唇一直是红艳艳的。好好说，倪思阳觉得这个方法是有可取的地方的，应急指数5个星，那要是想长久的保持又瘦又白的形象，好好吃饭坚持锻炼就更靠谱啦。本节目由天生美靠妈后天美靠新养的倪思阳小姐特约播出，想知道明星换头变美的秘密，就关注新养的微信公众号吧。